今天来接两个小孩回去，准备去新疆。哎，在这等你，看到没有？小梁，小梁，来，小梁，小梁。这个女儿比较怕人，不知道能不能把她抓到。孩子，这个儿子呢就比较乖，这个肯定可以抓到的，因为他不怕人。很难抓，没抓到，晚上再来。他很聪明的，不上当了。刚刚抓不到他，现在回去拿个笼子，看看能不能抓到他。去到呢边啊，呢边个。翻嚟你揿呢嘢，揿车，揿车，等我。开动，开动，开动。喵。喵。喵。走了，走了，回去。妈妈等你啊，妈妈等你，看看很久没看到妈妈了，知道吗？喵，喵，别叫了。你看这个是谁？你看这个苹果。妈妈来等你，宝
妈，不在啊，也没在啊。妈妈，也没在啊。再见了，再见了，是的。你这个，你说你在哪里？妹妹，你在干啊？妈妈还在啊？这个不去啦，见到妈妈。哎呀，这个不去啦，有安全感啦。知道妈妈在度。一阵间夜啲咧，我睇下中华你家姐过来，咁你哋一家三口就去新屋企啦，幸福啊，知唔知啊？拜拜。那你这样不见得了，妈妈还走了，好吗？嗯。